我要数宽，黑上太上古，有花太大个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总啊，总顾又到了老太家乡下大追顾的时节了。而你都平常生活地度，不管是参加婚礼、参加法通、谈公婆，甚至是大家两下看到的天师节目，都有一个人而掌握所有的流程，就是主持人。听了两个人，可能两个流程就进行唔落去了。今日你有想到六个后生人有主持经验了，老太家乡下分享看两个主持如何，有哪条需要注意？有哪条辛苦，有哪条欢喜咯，送上欢喜啊！主持人，大家收这一道的是志怡。大家好，我是担任卡通片头直播度最顶一下的主持人志怡。哦，最顶一下，今天做到新疆的那条古那条古庙去了。你今天穿的，你今天穿的不能在卡通频道呢。我说形容形容。哦，没错，我以为是美人婆哎。做到懂技法哈，那个抢的第二片啊，抢的，等一下再来收给抢的哈。听一首那个收给都是你家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客家电视台非常非常的主持人，每周一动动发通主持给你家嘎嘎。来，粉丝页在这来，谢谢女王，谢谢女王，按赞粉丝页第二片哈。来，我想要唐娘给粉丝页都那一片，做我们的大公公。来，粉丝页第二片哦。好，第三首老太家收给都是印子。只给应征粉丝也好嘞，比比差了，大家少改都是白强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单场是一家自主的主持人哦，憨憨有 YouTube 频道，各代兄弟，我们单场要不能停，不能停，不能停。会主持动动的法通啊，评论多就新加坡啊，韩国啊，你国啊，动动还有金龟、泥龟的，哎。讲太多，好听啥啦？他俩先跟我去打眼麦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做的主持人，请讲给阿眼麦。阿眼麦，你是平常在听我声音吗？阿眼麦是哪家的？我是阿眼麦。没，哎，给八妹前几转来好吗？来，只要黑八妹。来啥？来啥？啊，转来，只要转来。看眼睛来，好吗？红茶。最尾老太太先跟我去一眼。大家好，我是最演导的播音员风松演技的呢，风松演演导演导的部分，演导的部分都那片还挺难摸，哎对啊，我说这些狗咩，像糖豆嗓音控懂，哦，对啊，今天爱动强的嘛，因为太傻就冲起老爱的翻版，为了冲这个，嗯，你不敢这样。我在抢呀，用双你敢讲双声道哦，一百声道嘞，一百在哪里？四海大平安都在你，可以管得住这些主持人吗？厉害厉害，你有自知之明的。那杨爱等于他粉丝也不会被 take 到。今天在办制作，你要让你爽在粉丝页。一开始在门台下，怎么一开始想要跳入火坑？啊，有慢心嘞，嘿，刚安呢，阿爷麦啊，就会咪太火穿你啦。Hello， 你唱唔错系冇？拜托，你老太在讲哪位火穿？哎呀，但是从国都到2019、2020年，该哪么改？无法喜让的细节，还要人家诉苦呢，我还要申请补助嘞。我还申请青年贷款地吗？你无按好穿啦，来想讲可能伊面面爱贴纸啦。哦，你爱从细哦，可能爱要参加个龙托啊，还有公演比赛，还有基础充电来，读清楚，伊面爱动会夹。哦，来动好甜啦，爱上个有动态咩？谁谁个主持啊？还有太家上到，哎，主持就会上到啊。哦，还有啊，因为讲下，故说播音就会用啊双声道主持，就是咯，哎，主持董昌还做了发展的路哦，还按容易来。讲到遐上过的意思吼，台下歌是有可能呢，后上台上讲的观众朋友用糖的是做的。阿爷麦来了，八妹，八妹来了，亲爱的。好，来，孟嫂。今年刚好给阿燕问唔见得，哎，阿燕帮咩？爱好爱卡好，他亲切系嘛？爱好帮咩？转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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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
其实俺就会懂好分享俺自家的事情，还够有懂好分享自家的故事，分享自家讲讲的声音，不是就跳动一下主持的行业的啦，嘿呀，嗯，你老的阿兰麦琼龙动不夹？动不夹嘿吗？冇，伊迄车尾夹夹滚啊，吼，俺嘿讲讲声音会夹夹滚，不是冇夹吗？对呀，其实俺知道就懂向苏亚立木台蛋糕的重赏，懂好表演。哎，还有个尖叫声呐，有没有？掌声！好嘞，哎，观众朋友，给天师机哈，然后也正他是长得了，望一下，他的耳膜可能会破掉哈，还大家注意一下哈，哎。给喊有配上你吗？其实俺老李家听，去讲讲给动物讲，俺去带你下给动物讲，俺是。太搞笑，你不会还卖钱，你不会还用白钱，太搞笑。不过俺配处理家听好重伤，我比较大爱，你用白讲。大爱，因为哦，师兄感谢你的支持。你做不做公益？大家还有想其他想讲吗？我本来就是一个明星的料啊！来，那大家讲吼，打白龙眼是只有看到路红眼是只哦，那个路边美就那个镜面啊，还有铁门眼哦，应该看到起价啊！我想哇，你还跟你要比例暗红呢，你还要叫暗冲呢，有吗？跳丝链，看到了哦，那又穿完出来了几笔啊？哎呦，是咯，虽然吼，挨摸170，我们讲挨脚吼有110哦。哎呦，真的，他的鞋底就有20公分啦。还在恐吓人绕过上头两步，上头才正经来讲一下。其实俺原本唔系爱做主持人啦，俺原本嘅梦想系讲爱做歌星。哦，因为俺全部都系喊我去做的啦。唱一首，唱一首，唱一首，唱一首。你是我的眼。你们很会做主持。好啦，动不哈？因为俺高中啊，他去台学个时阵就比个高中的比赛啊，打太阳庙呢，全系上面五点半啊，我后来嘞毕业以后嘞，参加嘛个选秀节目啊，评论工闹热打擂台啊，竟然被黄智佳打下来。嘿，那帮冲到流水，都是少女卡拉。对，流水够强嘛，那帮冲到嘞。你冲到懂有贴色，你就查贴色的部分了。你是我。你要变做谁来卡拉？你不够高啊，你少男卡拉。哎呀，他的比较高一点点。好了，所以好多人在慢慢变做，变做想讲，我爱弹歌。做不成歌手，哎呦。那得到掌声的方向，做谐星，谐星，谐星，偶像，歪的，偶像，偶像的主持，呕吐的对象，这都得头给装上，比较走够像，很好逗嘞。好了，左边了，左边了，好，等一会儿。唐家六个菜狗的感觉哈，听众是主持董贵给，故说姐姐给他唱给冲狗了，那你就说你来冲狗哎，阿孙沙主持，你猜从搭上你就懂会主持，第一摆主持的时间是哪个时间？你用会有两个机会，太搞了哈，先回忆一下嘛，先问一下安尼印证好吗？哦，来第一摆主持，黑菜来吐狗中给两次。哇！吧，啊就黑影 V 吼冇钱啦。哎，没有，就上狗中按脚就得主持。哎，就只有买不敢一穷苦哦。好嘞，我做做，拜托，老鸟了呢。啊，来，已经唔记得黑马给。
迄年因歌手对方请来啦，啊，总共就会爱就稀嘞，伊迄个农产品嘅发表费才总下，哦哟，弄到一捧拍你嘛，带下个囡仔就一边吃这个晚餐，然后一边来介绍这个农产品，啊，我还就到这台当了主持啊。该粮食真经去太嚣张嘞，无经验到吼，连敬重也两扎事就唔滴很麻个，我还就松腿嘞，我就住持啊懂吃也，我枪有一扎基因就会度世动摇，哦，我硬住持哦，啊带下个颜色都爆 BB 嘞，哎，你有没摸过你偏动哦？摸，我同讲，人家就会谁啊摸会住持你，最脆个个体毛，哎，你就姜太巧啦，故说某些东西呀，啊，某些啊凉油嘞，哎呀，你真厉害，你都冇成发嘞，有体还有体呢。就有 T 三，还有 T 四，还有，我都 T 还有 T 二，还有冇 T 三，还有 T 四。啊，冇啦，你喺翻毛毛身，唔该你冷淡失动到啦。冇，其实一种向唔会走啦。哎呀，你们这些瘦子不懂我们的可怜，我们连喝水呼吸都会胖，好不好？跳欧巴，哎，真劲啦！不少真劲有按呢，就因为按呢来接触两个主持 ，T 白主持，你知道有欢喜吗？其实没黑欢喜啦，因为杯面咧，我带你动到嘅强吹高姿，转不开，东上前走咧。如果爱喺 Canva 上，上爱好上爱车位发哈，真见伊转通黑脚黑脚。Hello。我咧唔知乜嘅意思哈。观众朋友，你平常是看到嘅主持人都在上到嘛嘅影像，佮平常生活底下咁系轻松，等下再来继续来讨论来分享了。佮要求嘛嘅有两只条件，第一只条件系讲。总得听过。第一只条件系讲，我讲下。该讲咩？我讲下。我只讲。check 系冇 check， 听你只系，哎上来电影下 ，check 都没电影下，你要讲你是你听你讲，动画 check 电影下，对对，听啊，动画 check 电影下，对对，还没有进卡通频道，还没有进卡通频道，还没有进卡通频道。台上讲的节目现场，俺是四个主持人曾志怡。好，你等下先来看一下第一现场，来第一现场，你来你分享气氛主持系吗？哎，主持人都来啊，我都有来，你也奇怪哎，讲了没主持人呢？哎，讲了，好了，准备上面不用留白，你抢成布溜趴的吼，好了，哎，等我，哎，酱油酱，来给小刚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曾爷主持人来了，拜托，拜托。哎呀，你转了，你转了，你转了。爱秒的情况，你回去，你回去。谢谢。好，哎，重来一次嘞，重来一次。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，安尼观众朋友还很好好，安尼阿忠古来主持啦，还唔系好？对呀，对啦。我啦，摄影大哥也觉得这样镜头比较好抓。对，不会有看到一个比那个电视机还要。摄影大哥有吗？摄影大哥有吗？有。风景更好。希望安尼个子女代办，真个，为了有气福的时节，来做代，你来做代办。代办本人，你最好顺梦中赏，无可取代。安尼讲到主持，真个唔系安改吼，你下半开始个非常一下第一排个主持咧，阿贤。来第一排主持节目，系主持广播嘅节目。哦，这摆吼，从无都有哦。所以呢，你准备啊个节目嘅片头啊，还个节目嘅企划啊，节目嘅内边所有，一切都最保密。规个节目一点钟播出的时间，好，真嘅一直是送，就冲个哇，轻松快啊，就冲个 Danny 是强用你嘛？有哇，我的 Danny， 不管你糖油糖什么糖，焦糖果子糖，白白糖，咸蔗糖，珍珠糖，麦芽糖，喜糖，椰糖，欢迎各位赏樱，非常舒糖，还有上台上工爱黑机器的哇哇。听到糖糖糖糖糖，我也听到糖糖糖糖。拜托一下，你要考虑过，哎，你公众人员爱送私募给辛苦吗？每天糖都糖糖都是会糖下去。没啦，就意思讲，我要规个节目做出来过后轻松快、轻欢喜啊。好，哎呐，好，唔过哎来讲，王爱来讲，系真嘅。哟。呀呐。是我那个徐根春来的呀。因为东东吼，他甲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吼，你滴哦，我体育界的主持的节目系一家子，唔系哦，从差不多三年啊，差不多四年之前哦，我到正规的央视主持过《奔跑的课堂》，哎呦，啊，你还蛮个《奔跑的课堂》，嘿，奔跑的课堂，什么课堂？
实境节目啦，实境节目，真人秀，外景真人秀，动态音哦，该拍双景音动态哦，因为叫我了解某强人的超台历史故事哦，所以许多吼某强人的省份。每一个省份我们都是飞过去的，哇，真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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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永兴，但是安永兴，你哈不一定去个时间吼，为就专属的司机到专属的处理来吐奶去。哇，但是安永兴还有专门个立场冲冲该走。在地瓜还不用盖，窗窗还灌菜。你们手都地瓜。你就放到地瓜多久？哦，那地瓜不要搞。那头哥就插档的须接哦，那处理门来哦。那个他问我的时候，还要用很远的方式叫，因为他坐前座。太远了。那同情然了以后，哟，哎，今天俺不跳什么个东西？是是是。因为你的体质被许多重归的，你们都有用选买个东西好好些啦。然后说，吃火锅好，因为冻烂啊。结结果嘞，结果嘞，哎，差猫听下来哟。你许多盘两个狮子哦，打开门个狮子，哎呦，火锅已经在桌上，绕绕落落的那噗噗噗噗噗噗，团结的，紧紧动火吼。最后要讲，不好意思，再借一分钟，那个三十秒。嘿，体育版还有六个提放哦，西安局用的嘛？哎，秦始皇哎，兵马俑，还有台下跑到兵马俑哈，哎呀，不能说嘴了。来，体国兵马，我不是兵马俑。来，体国兵马俑国家级研究，现在已经搬运走，我们得夯了去哦。我们老百姓哎，走，我们得台下全部跑到。Discovery 个摄影师找到一款歌，然后款个研究室哦，原本出土2000年的那个兵马俑，用剥土，给我哎，给我天数你剥土，哎，这个是不行，捅剥土，没有，紧紧弄哦，哎，要不要羡慕一下？哦，哪一个？哥这影都挺偏啦，真的。我们俩真今天古太太之后，哎，懂很深，有这家是有两个机会，太家蛮想来试一下嘛。我讲到你啊哈，想太家来分享下，期待有主持个哪一条路线，不管系节目啊，也系广播，也系某个天师剧来太家来分享一下好冇？我有主持个广播节目发冲主持，还有我经个主持。不过你啊，全部都是误打误撞你去主持，给俺平常听到迄幕票就讲俺去主持。因为从一开始俺喺你去广播个天台做企划，不过做企划了后，有一摆真个系有一只主持，应该冇讲系马啥，你就什么呀？谁来？什么呀？哦，你就啥？你个唱到几多岁啊？有第一天唱吗？冇第二遍，第二遍俺又冇敢讲哦。其实真正来你开天窗诶，天公你就会报个节目，哎，其实当晚完全无过来，后来你去台中就讲，哎，自己恩养干啥，给你天水一下救火啊，我说哦，好啦，我就救火了，哎，结果就去搞就做个广播主持个节目嘞，后来因为爱做企划，就接上去做个记者费，你是都请到个人，记得就听讲，哎，自己会主持哦，后来记得就请来去做发通个主持啊，记者费个主持啊，慢慢就应来应发，有先嘞，冇错，后来我已经个主持其实为什么一个学长，就是迄个前先。消防哦，没，消防，来讲讲，消防演戏之后卡同频都给主持的，哦，很配，已经挺色的，挺色已经挺了，三点我一定要去学小，嘿，我一堂要充电来了，就是讲，佮要求嘛，佮有两只条件，第一只条件系讲，总得听过，第一只条件系讲，我讲下，佮做咩我讲下，我只讲，大哥 check 系冇 check， 好，第二只系。哎，上来带领下，前面都没带领下，你有张力是你听的啊？动画 check 带领下，带领，动画 check 带领下，带领。还没有进卡通频道，没有台通频道。等下等下，哪边重要哈？谁来讲的主持？可以重点是喺讲加油，讲到观影，系咪？古早有观影天线。为什么刚请学长嘅设计？真感动，从有冇讲到观影？你家没有观影啊？有，刚刚讲到电影下，我老唔讲啦，我张卡电影下，好唔好？我是不是给时间，或者本影看到我电影下主持一个客家天视台非常非常嘅儿童节目？因为我是记得系咪念书嘅？冇，哎呦，火药味，哎，老米。频道还没有主持好吗？哦，我觉得这个节目老
讲吼，真嘅同感情嘅客家电视台，因为嗰时间我系完全冇经验嘅。其实嗰阵系因为实习的机会，我认识到客家电视台，就了解哦，我同好主持啊，同好分享我嘅声音啊，就帮我按用嘅机会。我还记得哦，我嗰时一年哦，张六一席听听，一天录一集，一天录一集，一天录一集。韩国卖姜条都唔会宽呐，韩国你爱用板来讲，其实。就完全是无经验的菜鸟。哎，像你主持懂松懂呢，跟什么懂狗呢？但是你懂干吃客家天师更准呢，因为这点本来按多给几。真紧呢，天心安尼个，马改都唔调个理解。你把那个一般的电视节目当成实境秀在录。不是，无啦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懂转型，哎，当年哦，安普亚都爹爹给脚本。哦。嘿嘿嘿，韩工。嗰时间呢，佮拖延咩对眼非常的好，佮韩老眼少佮到其他嘅节目来去主持，然后就开始有爱用嘅钱啊，发动主持啊，其他平时工作赚过来上爱嘅闺女，真系行个咁强嘅客家天师台，广东人嘛，真认同重要嘅，阿爷冇来分享下，伢嘅人脉，伢嘅闺女用板来。睇一片咁樣咁差黑噶，我們是好朋友，好朋友。講真嘅咧，我當然咪要歸你上榜，主動力咁重要，係咁差黑噶天師台。上嚟嘅朋友咁明顯啦，我唔係咪要咁差黑噶天師台，真嘅非常開心，同埋祝福嘅你。好啦，恭喜你。祝福嘅小天小仙有同夢想。同时喊嘅，上届动态，同时一系列两个节目喺度视频向下搞。真劲啊！佮同时极紧张嘅，要做节目其实就系体育类嘅节目，我体力唔可能啊，是汗肉咩？唔系肉，要汗水，连根数唔到。哎，啊用肉肉嘅，可能用下体力，我硬挑熟嘅。啊，前面诶热到嘅好高地度采访去访问佢哋，练嘅挑熟嘅情况，佮前期可能还有提纲。不过到后面嘅比赛时节啦，就会从体育台嘅实况转播，哇，也来吹哦，几条板，真无，我要给 Q 位打出去，我有够有够 Q 位，哈哈哈哈哈，开以后，开以后，哦，一只吹五十双嘅啊，形容啊，一摆神级按摩，哦，万人冲上嘅，嗰个现场嘅董建卓嘅口音，建卓嘅气氛啊，临场反应，绿岛的人都听得到鼻息。一炒黑啦，唔黑啦，唔黑，绝对唔黑，绝对唔黑，就会懂炒。整件正炒，没，不是怀疑说有点炒，是真的很炒，是超级炒。太假就太假就低嘛，都南港茶条啊，马街台北茶条，甚至都屏东富茶条都糖的东西。茶条，懂？因为你就会茶嘛。还富茶？那么懂？都唔碰茶不过讲到你啊，主持唔单枪，大家摊开当欢喜、当欢乐，还有当到困难，还有可能要本人刁难过嘅经验。你嘅经验咧，等下转来继续来讲，你下闲聊一下了。制作有人来讲啊，大天发布来讲吼，哎呀，拍摄啊，从本人嘅心情冇乜嘅好啊，我所真爱用功啊，唔好变到习惯度啦吼，冇事情啊，冇事情啊，还是用功，哎嘿，妈嘅。冲片炮吗？还是什么的？冲片是那个充气娃娃吗？充气娃娃，充气娃娃讲错，充气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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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充气充气。我想大家都在《后生太上工》的节目现场，加上一段大家就讲到懂得欢喜啊、快乐的部分，不过没有困难的部分。从我先来讲啊，我主持《后生太上工》最困难是买个太团圆多嘛？我们太安静了，我觉得是我们太安静了。不要因为讲话，我们慢慢转型。讲出想多，就会点点的地方，根本莫因为谈爱讲话，好吗？你喊唔系讲过，应该就用手比的时候。手语，你会讲最高品质？最高品质。静悄悄。好，你看来讲几多？
最困难的系乜嘅？要度过乜嘅困难的事情？要我嘅时度过困难的事情，其实咩系我梯拜做呀？发通主持，睇下到底发通主持到天使主持，完全冇用啊！系啊，临场反应啊！唔过几时间吼，我系主持嘅，该不会庙会的？系啊，佢哋我比赛哦，我比赛爱评分嘛吼，佮欣赏啊，评分评审欣赏，就有一评分嘅时间。佮厂商来个啊，五分钟就好，五分钟就好啦。我说你等下吼，首先个五分钟欣赏就够了啦。我想讲，好。给俺送去就讲五分钟，哎，开始来讲讲，唔讲啊，无花嘅时间爱做嘛嘅，啊，继续来串场，串歌，继续来串场嘛，共顾共顾，啊，继续来讲，继续讲五分钟，五分钟，下摇，做得，唔讲啊，无上到啊，要评审欣赏哦，都得三十分钟以后喊忙出来，哎呀，你去搞错嘛，串场，串场，串场，因为控他们，控音下记得还没衰退咧，对啊，记得去讲，记得去见看董南平啊，我来记得去是下主菜啦，后来本来整天比比，俺就想。哎，总唔得就挨无法讲诶，然后又无爱经验唔得嘛，想讲，哎，挨我个出去叫听听，真紧冲起啊！不管做咩，要睇家好，睇家好，就根本去参加一音乐比赛，非常诶欢喜，跟挨去干咩戏曲方面去学生诶吼，跟挨来创一团戏曲好咧。从哪一首？可以是诶，平板。哎呀！然后没有背景音乐，对不对？我背景音乐清唱。评分了，他同意评分。来，刚刚那个评分，刚刚是第一名，其实在等他。其实刚刚那评分哈，给赢嘛，一个都。我来，我老在阿达斯无准哈，要你醒吧。好，哎，爱讲一下无啦，不过好怪猜吼，爱爱讲诶迷上诶时间，哎，巴拉巴拉哒，哦，评审先生来咧，夹夹来咧。杰出校友，很辛苦，虽然读得困难，但是要迎刃而解。对啦，不懂敬重啦，真的没经验，唔对，干嘛跟 Lexi 发？可以，可以那个丢礼物啊，然后有奖真的、啊，没礼物，没有礼物，最近有没有准皮豆啊？嘿，没礼物的、啊。他昨天起款，昨天闹多一病啊，推下给观众朋友打招呼。哦嘿，那个麦克风闹他，他个打招呼，给超好，我妈给你。就懂零散的人啊，不是说就开幕团嘛，吼，太感冒某兄会卡数啊。跟你就讲哦，给太感恩你就先开下好，等下再上。对啊，分两首歌。然后说某兄会滚哪些坤，就他就在那流畅太感恩，从何联系？好啦，等下坤感就会按钮。好啦好啦，中奖中奖。是有把问题解决掉。对啦，这个请买主持来粉丝专业这边。好嘞，要给粉丝大公公的时间，阿贤来讲下头摆度过嘛个困难都主持的时间。给摆吼，嘿，做一个粉丝的主持，因为太个听平常就会一进二进，哎呦妹啊，一进啊二进，形容微微闪夫嘛，大家最期待就是给勇士啦，哇，用微迪吼给二进的时间，形容唔记得带到闪夫啊，这么刺激，没做闪夫就对了。没啦，无带到听音偷塞夫啦，哎呀哎呀，应用干啥咧？还想讲哇，夹夹老场控啦，小管家脸都一下哦，你时间时间都给你啊。啊，如果哦无按你哈，无就想讲吼，老一个听音团那个发通啊，先老来到头前来啊，给用时想讲哎，无出现按钮啊，啊，给形容给阿妹哦，其实也蛮有综艺感的。M K 上来过后，哎，还会自抽给好过你嘛？他也会唱平板嘛？冇冇冇。只是说好过老太太教啊，还有一个宾客吼，其实中这个课文唔提供诶，都在发生某个事情啊，就用顺顺利利的老爷给分离结束脱去咧。哦，我们家主持人曾经还一个化妆师的口音，就像现在有一些缺陷的地方哈，把它盖掉，让太干木地子好咧，很美。不过撒哈来问台下是讲，你出去做些，是这是接发通的，是这西双为都到某个。可恶的厂商，哎，我们就是那个年幼的小啊，不知道的迷途的羔羊，然后闯进那个黑森林的小白兔，哦，那这些大野狼就想要把我们吃掉，黑不黑啊自己？那就会吃一点，你下一个小白兔。好嘞，讲讲。OK， 小黑兔。我送来这边帮你皮肤，嘿，因为我喺鱼板外叫个湛蓝飞个暗的，嘿，人家小个哦，我们说，哎，人家小个哎做的啊，可能人家看来要主持的做的，我送来去接。下来，后来我都先冲了向呢，佮冲上非常的奇怪，就将我来到顺风讲，哎，等下那佮单飞阿问讲，哎，我爱飞请你，请你嘅，你就讲。
草不腻，安不跳，这样请到你的，嘿福，嘿临时请到，我想，为嘛该会暗用去？为嘛该会暗用公番哦？动奇怪啊！系啊，还有点无准冲来嘅感觉，系冇？嘿，后来呢，到了我开始做些更加无准冲，你咪讲。哎，你之前都提讲，哎，你会吃个麦苦，系冇？嘿，你吃一下，哎，你会老个影响大家说，哎，排泄太多，哎，你吃一下个麦苦个盐哦，哎，天数矮，用一下个盐哦，好好好，做嘞，给厂商又过来，来过来，哎，来带你来看吼，你啊就会，哎，你等下会控麦苦个提防，这个机台吼就低压片，做个木腿个后背吼，等下你就大块去甲控，大块去甲控机哦。有空的嘛？哎呦，我有去拿麦克控。但你在台上的时间有有没有跑到后台？你看现在正中间广播 DJ 啊，你那都是海贼王。海贼王伸缩自如的，鲁提夫哎，唔嘿，记住讲，某月给某月给，你就大块控，喂控，喂控，控了后你就得松开了，你就讲，唔讲问题更加大嘞，因为等下松开了，还有两只麦克，因为有风温的，有内边啊，有纵管啊，啊两只麦克要怎么办？打到，哎呀，用个三个，就讲冇可能啊，佮就讲有可能啊，啊好，有可能就有可能，我就去佮打开，打开，两只麦克，打开，打开，我就上去嘞。后来呢，我就分给总管一只麦克，我一只麦克，哎，你两三就开始讲吧，讲，给总管个麦克，轻些啥，佮就吃家属给推动哦，哎，我给麦克用个按些啥，我给麦克用个按些啥。你就说，我就说，我就说你共发太上的，我没冇办法，我冇办法这一通知啊，因为我就你们自己慢慢讲啊，对，那你讲，下辈我这一半年起步，下辈有工作你，我就硬是没有事，哎呦，一条的，没有，哎，颜面神经失调，我就来，我参与的，为什么明天就会你给台当个麦克会有问题个？完全无人唱啊！无人叫，怎么看到？嘿，后来个总管又蛮吃着，你讲饭，不，俺去总管，这冲过来，这样，哎呦，吃着饭过来耶！佮就想好冇要给本人用，结果几万过去了后呢，给麦克还真衰啥，因为给你是个问题啦，问题，职场问题，你要让你旁边翻译一下呀。冇错，就是俺这里东向外叫。后来呢，因为我松台以前，我先讲了先例。松台前给聪聪就人来讲，哎，给他总管请好讲法，他爱讲就本地讲，嘿嘿有暗用的，好，他就请好讲就不用了。好了了后呢，给总管呢就非常的气。两班，因为先讲，后来他本来的钱啊，涨一班，老金钱讲好给冇用，他就讲，哎，为嘛该给钱哎，涨拿到一班了，嘿全部给发通的钱嘿冇，他就讲，哎。莫用讲哦，来我去总管行讲啊，你都冇讲法，都会给气甲讲翻呢。哎呦，主持费还有用字数来算的哦。哎呦，不错，韩白就低嘞，你还总可以切对模式去听一百。没冇韩白，给创手没冇参来啊，故事我那边粉丝专业哈。好嘞，那个部分哈，不是我讲嘞，好，我想台是干美的哈，自己去那个脸书上自己找，就没凄美的。我讲了那个吊难的部分，你家跳白有赌狗吗？嗯，跳白做节目嘅时间哈，就赌斗啊，有些资重银哈，哎，可能嘅心嘅冇卖嘅好。不过啊，冇相关，其实我还喺抖音整啲综艺嘅节目，因为节目系改起改嘛，哈，就抖音。认真哦，认真过后诶，六太太以后太家就会输工嘛，输工啊，辛苦嘞，啊太家辛苦，摄影师辛苦，应该算是辛苦诶哦，啊制作人辛苦诶哦，太家都辛苦诶哦，太家就会讲，哎你咩懂辛苦啊，做事你懂辛苦啊，哎呦，给制作人来讲。你唔好劳力讲，佮动辛苦，佮本来就会辛苦，佮本来就会认真，怎么跟人讲很多辛苦？做起来按钮，又按钮诶！我就想讲，怎么个按按诶？就哦，冇想讲。那你就说，真滴人诶，没辛苦，俺应该跟俺应该。我就讲，哦，什么太个什么制作的按钮，他转起了以后呢，制作又老爱讲啊，大声发布爱讲，哎呀，拍摄啊，丑闻你俩心情冇乜个好啊，故说真按钮讲啊，唔好变到新关度啦吼，冇事情啊，我就想讲，哎嘿，妈个。冲天炮吗？还是什么的？冲天是那个充气娃娃吗？充气娃娃，讲错，充气筒。人家他就嗅到那几栋炸，你知道很炸，我想到冲天炮，不是冲天炮，充气娃娃不是，还是出气筒啦，哈，出气筒，男配出气筒啊，或者是专业在这边来开个案，赞一下，谢谢。出气筒，出气筒。
新出季的，有点充气娃娃是昨天听懂的。好的啦，阿姨们，你搞唔怕耶？阿姨们，对，我爸又不用皮膏的经验嘛。不卖你皮肤，欢迎哥，欢迎哥，睇下我系片尾你，我小为艺也总裁哥，艺吼是主持同婚礼嘅，形容吼啲脱线艺之前吼，要先来挑衅艺。唔係嗰種電影講嘅呀，係嗰種是叫什麼嘅企劃吼，係那時那日都那邊有主持不力，佢講叫到現場看嘅，哦叫看嘅風景一樣嘅，係都好啊，係有沒有符合佢期待？我嗰種時係唔啲啊，就形容我來啊樣，下後佢就啲現場錄影。带着一本节目看人看，啊，本人妈妈看，叫妈妈讲，啊，这是做成票。叫妈妈就嫌矮，就讲要当年吼共发寒中欣赏哦，因为这样子啊，就讲现在要欢迎双方主持人上台，欢迎我们的刘爸爸、刘妈妈。叫妈妈就知道矮董总统新年的共发，叫妈妈就同叫来讲，因为给出的妈宝啊，又同叫来讲，莫以前也做主持人嘞，莫以前。家来就讲，总不能让个天天爱判婚礼啊，无时间请朋友嘞，故说行去偷渡啊。哎呦，你阿事情用未滴系，因为信拢同伊讲，伊同我讲，因为人都在对流程，佮就同我阿娘讲，我就建议就用非常仪式感的方式讲，欢迎刘爸爸、刘妈。很系轻用啊，没有啊，刘爸爸，刘爸爸。主持婚礼真的会这样吗？哎，主持婚礼有点。两个问题控的很俩三年。表情乖乖嘞，语气就有变，就有变。不说我知道，你来现场看矮，矮知道矮做的夹书，因为看有佛嘛，能不能符合期待？看对眼，做的夹佛。没矮东西啦。你要先来看看我做做的，你说你不要把前情提要告诉我，你讲你讲历史活嘞，哎呀，你知道你同来讲哦，嗯，英国恩用恩用的共发哦，恩用的小金养爸爸妈，不是到前面发生嘛事情都同来讲，然后他就同来，然后他喊来讲就会哦，因为我喺无时间吼，无办法请朋友扑手场张钱多，没有，无时间，那我们公安多东西嘞，哎，那好感枪，第一种。当然我回想啦，你们总该要主持，你们总该不一样。好，那先好，大家今年分享都清楚，不过最近吼都安尼做主持的时间，有那条空空 QQ 时的主页，等下再来继续来大家分享了。要称谓一下，我有蛮同意，称谓是Jason哥。Jason 哥，Jason 哥，我们也会叫他杰哥了。杰哥，我想说，那某派派的风格，大家好嘞，你来分享杰哥。对啊，某派派嘛，哎，总经理啊，那经理啊，那个什么行销部经理啊，已经给人同一个某一门暗斗，说不要问这么多，某一门暗斗对不对？主持人，我一来他就硬干够，硬干够，阿美欧呀。还蛮好意思，还是相对自由嘞。它是一个八大行业的尾牙活动。不让大家多做嘞，后上台上个人节目现场，按内按就底吼，大家讲都按到，唔但将主持有好教，没有懂困难的地方。不过上上咧都要呼吁，真嘅本太家会知道，自家有慎重的歌唱哈，也哈本太家分享下自家懂难么，懂深刻的主持的经验吼。把先来讲一下，好，先来讲吼，哎，最尾讲的未系哎哟吼。哦，其实哎，难忘的故事挺多的啊，比如讲就嘛个，美国主持。华人春晚呐，还有台北小巨蛋主持啊，那么还有懂新加坡国家的英国主持，好，英国，哎，走走走，好了，让我们选一项来讲哈，因为这最后一段，好，先去看新加坡来讲好嘞，因为该发通吼是去年才发现的，才发现哦，好，这去年的时间哦，我去到新加坡吼。到个国家体育馆哦，你是国家体育馆，你咪睇睇一下哦，是去龙沙亭亭哦，叫七万人，七万人，七万人哦，七万人，但想安用，你哋让我穷下主角的马上吗？卖你，总之天方。
机械的。吴宗宪。来到现在的主持人时间哦，其实来动紧张，来很兴奋，想讲因为夹给怕，然后就会上网做功课，讲哎呦有宪歌语录，然后说语录对，有这一直背，一直背，不是母狗嘞，还有两种是宪歌语录，有没有？有啊有啊有啊，有哦，你要查一下，对，走的，那再去查一下，好好好，韩版没有博宪语录吗？哎，韩版就记服应该会走，你会走来看啊？好好好，记得。母狗准备很多的东西哦，到现场到舞台档的舞台馆。当个时节哦，完全唔记得嘞，太紧张嘞。因为要注意个时，事情动作啦，因为注意个观众啊，要注意个后台啊，要注意事情动作嘞。结果嘞，我发现到，完全唔是主题，安尼还好，因为你完全用你自家的本性哦，了解吴宗宪大帅哥，这样才是最自然的。啊，亲子演临场反应。但是后来才发现，应该是他太会接话了。现在就是这样吧。两种哦，那去强下主持，而且万应该最难忘的回忆。又经验的主持的情景，恁老去心态讲，哎，隔壁阿猫阿狗的事情，起码做得让伊知啊，恁阿不开的，给我了下做嘛改嘞。所以假使想要看，我很好多的主持经验，做得搜寻哦，专业的主持嘞，好，安尼太假子，太假子滴的，太假子滴的，唔是要讲嘞哈。因为讲到那个主持的动情节的经验哈，谈讲安尼个印证，要个非常贴片贴实的经验。冇错，其实我必须要讲啦，我给发通主持，唔系食东东，系平常时间去做。讲布拉做天师命路中的主持卡度，不过有一摆咧，我个朋友就请啊，就讲应征啊，真紧去请动因的尾牙祭啊，没有，都拜托啊，请啊，请注意他好了，这个主持，我就说，可是我活动主持真的很少哎，而且我很看就是什么活动，啊，我个朋友啊，就硬拜托啊，就稀都先从嘞，那完全就唔知道，我说那你至少要给我个稿子吧，让我了解一下，你就好，跟我同行的正批，他就传那个罐头主持稿给我，你们大概都知道。罐头主持人很制式化那种，我想讲，那英国 OV 要给创送啦 ，OV 要给要给名单要本嘛，冇完全就冇，英国慢给我来讲法啦，我送嘛给登录啦，英国先同来讲，我来准批哈。因为流程都在有底了，跟公司都在做嘛该嘛。唔对哦，我枪有得到一个地址，还有什么什么梅花厅，我来跟伊来就去到个现场，看一下梅花厅哦，我就 K K 票，我看到叉叉娱乐公司哦。英国是同行啦，简单，冇问题啊！公关公司动好啦，那一下就会了解了，因为我跟沈爸同期的沈爸啊，董雄雄咩，我就你去到几杯。有一个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，哎呦，阿满的所有真给他阿满的演导哦，我就硬问给讲，哎，那你们待会这个谁要来上台这个致辞啊，谁要来颁奖啊？他就说，哦，跟总统哥 ，Jason。Jason， 哦，我说那呛我一下，你要蛮同意称谓是什么 ？Jason 狗 ，Jason 狗，对吗？我上次就说 Jason 狗，我们也会叫他杰哥了，杰哥，我说我那某派马的红哥，哎，啥的，好嘞嘞，哎，你来培养杰哥，对啊，某派马的总经理啊，那经理啊，那个什么行销部经理啊，已经给人头来讲，某一门按斗，说不要问这么多，某一门按斗对不对？主持人。我一日咧，就硬干过，硬干过，阿美欧呀，还蛮可以，甚至还是上位自由嘞。它是一个八大行业的尾牙活动，那就通海朋友讲，哎，我会不会还没有主持完，那个小指头就不见了？那真给董秘书也送哎，那就上讲吼，八大行业平常时间应该就会懂到你啦，冇问题啦，一来就坐在老个基本待地了嘞，那就上台主持哦，吼，可以唱哎，吼，妈给开台起来就可以说说东西了哈，啊，给杰哥咪上台爆发嘞哈，啊，那就上。哎，杰哥唔知会讲嘛嘅，哎，威米亚嘅八大行业的尾牙，超级不尾牙，很像感恩大会，授予给杰哥、强哥、伟哥，上来讲把最尾一句就系，呀，今年感谢太子家嘅上忙努力哈，嘅忙年尾希望太家继续来赚钱，身体爱照顾好些来，嘅酒唔是按到梦想过，尾牙不是都加大啤酒吗？听说是你讲，你要都要给尾牙一直按点心嘿，某哦，它有一个高潮，高潮是什么？你像一个表演团，你像一个表演团体，叫做猛男秀。真给黑某拍把主持按那个拜托，因为给猛男很爱给苏恩妮啊，太好了，苏恩妮啊。
要上名，很上名，我最记得啦，嫁不起，太吓，赶紧冲到我。难怪他没有问厂商名就直接去了，因为那个罐头稿有写到。哎呀，你今天用词就多少？要等你看看最难忘的事情。给一包木人用，该在那给那个结束的。啊，就那个在高高加一年已经有够钱啊，不过就冇去嘞。我想要多名。你也搞错冇嘞啦吼。太可怕了。冇啦，你看你买本记，本记名啊，本记名啊，本记名啊，你走的，轮流名了吼，轮流名。做得做得，不过咧，真正系当特殊嘅经验。不过，安尼讲到主持，实在唔系按个嘅事情。大众嘅主持嘅类型，要主持嘅时间系空空翘翘嘅注意到。接下来，本大家来分享下，到主持嘅时候，有哪条嘅小撇步，有哪条空空翘翘时候来注意到咧？阿健想来分享下。来说术前就会去讲法，唔好讲讲法呀，件事情。韩国人里面主持讲法根本就非法，没有。然后主持里面要吸取很多的薪资哦，很多要给时事新闻咩料给哈，冇一般吼。还讲偏远登麦个发起出了，哎，唔敌恩用的价格，戏都不退档播诶。哎，韩国个炒热个种诶，现充诶个气氛啊，要咪懂重要。故说恩用诶自嗨，哎，自嗨，哎，自搞爱嗨。哦，哇，点，爱动点，你们要留到个搬家生意点，我按来好唔好？给阿志来分享一下，到主持的时候，奈得空空 QQ， 眉毛蛮就会注意到。我刚刚我们讲天平做主持，最重要的就是痴心的匍匐，因为你还冇痴心，都台档，可能就非常的牛嘛。猜过来一定会做功课，从白天就轻微做功课，从金钱有钱头的创伤，可能不你给东西质量没轻给。完整的像印证没有读到嘛，冇完整，底下冇资料，拜托。像我今天就读到个巩固币，所以本来想，哎，冇办法讲法，冇法好讲啊，我就去甲查个客家谚语，查到一太多，后来我送回来后就去甲传查清楚个客家谚语，因为读到会巩固个币，所以就会接到嘞。哎，记得就讲，哎，安用非常好，故作。痴心很容易做功课，哎，真紧要讲到为到乜嘅场合来做，冇可能在功课，你系最重要。今日大家讲到真紧非常嘅多，哎哎，还系最尾本大家设计嘅中山故里好冇？真紧吼，哎，你讲到主持吼，真紧唔系按改嘅事，你看先做功课啊，可能还有你唔晓得嘅语言，还先去谈一下，哎，这个喉咙发气嘅乜嘅意思？可能你要多嘅八大行业，可能就听到你讲喉咙发，哎，可能去连线了解。他很罕有，你还够做轻度、轻度的事前的准备，还够多给别人临场反应，还有那个态度，动作空空翘翘的提防。哎，希望哎的观众朋友，很快去参加发通的时间，要本哎你个主持一个掌声鼓励。最重要的是下礼拜同一个时间，会听说继续数款，哎你个后生太上宫，牛蛙太高。